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何伟定公所，那陈秘书、丁宏先生，啊，咱谢议员，还有咱的在座各位校长，啊，各位企业家，咱各界代表，啊，咱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何伟这个所在，嘛是咱人间净土的一个真好的所在。也是咱一只修行闭关的好所在。在七年前，有一届咧，按何谓典范呢？啊，举办着这少年官府人员的讲习讲习，啊，伫这个斗六啊，斗六市西林国小啊，镇西国小。礼堂的时候，啊，咱啊法官啊，各位官府家的先生，啊，甲家长、小朋友一同在礼堂啊，伫遐咧啊做精神讲话啊。当时咧，咱法院咧啊，当时啊院长啊邀请讲，我去甲遐。甲只囡仔讲一话，我就讲风水。啊，讲到厝场风水，啊，厝内底的布置，其中啊，我讲到囡仔的房间，啊，囡仔房间呢，我就依照我送予各位这本书来讲，啊，讲予大家了解。我讲小朋友，你们想一想。哦，做爸爸妈妈的，你想看嘛来咧？啊，内底咧，我一条一条念给你听。囡仔房间，哦，囡仔眠床位，哦，一条一条念给你听。念到一位，我一直看囡仔的表情。啊，念到囡仔的眠床啦，那靠伫壁，正面靠壁，一定拄着。人来看看古老那么谈，心情是歹去。我摇到像指数，囡仔不是指数跳起来，妈妈，就是你害我，我今是安怎呢？爸爸，你害我，我来很好，你害我，你把我床移到那边，所以很多坏学生找我，我也这住不住，怎么样？来，妈妈考出来，无奈呀、啊。囡仔无奈，啊！我，你告诉我啊！我就这个眠床困呢，下尾拄着便所的门，鼻啊未通，头壳五五星星，结果影响着人拖到去，无恶不作。我若有个野手，吼，我搁较厉害，搁起来搁跳，就比爸爸妈妈。啊、爸爸妈妈是有够冤枉，因为伊唔捌这地理风水的原则。大家讲我地理风水牵死人的所在，咱人死一世人牵一届尔。你大个，逐天拢爱听。所以我个看了，我心里足难过的。我才甲咱家的主文些主任，好、哦，我等下会上足些，等下互你。哦，即个法律家，哈、哦，上好即个囡仔，
或者家长，啊，咱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俗子，这特子先袂离的。所以有一届，我到二林上工，二林上工啊，伊校长都我国校的同学，前校长跟校长前先生，伊来接二林上工的时。啊，学校的升学率30%，我来做校长呢，啊，有一天就来找我，咱基金会的副秘书长田立伟先生，叫我啊，再来找我，老同学嘛，我好啊，学校我你风水有问题，结果我去学校看，学校的大门出去，都对着对面。电力公司办公室啊，办公大楼，迄个一个地下室，一个虎口出来对学校门，对咧学校未平安，老师未平安，家长未平安，哦，全校咧，确实要做校长做老师是有够忝的，有够烦恼。那么我甲我同学讲校长讲安尼，我咧讲门爱改，原来头前。好回口有位，那么你门爱换位，那未当换位，你就去所在。你门爱做起来，面顶用一个足大粒的金金的球，放伫迄个牌楼面顶，嘛庄严嘛水嘛美化个艺术。安尼咧变作西人球，唔是好家人，西人球。好，伊个位置倒去。咱住伫公所啊，咱个秘书咧，请问好位伫倒位啊？咱家好多好位咧，好爱有好位啊，好位伫倒位吼？好位迄粒果，呼吐出去，一粒圆圆圆，咱话好就吐出去，位就圆圆个啊，叫做果，好果。那么你把这个好位吐出来，你爱接过海神呢，变成一个位，啊，伊个位你化作你学校内底个位。好啦，好了啦，好，安尼我照安尼做，做好了第二年升学率呢，80%。啊，第三年呢，啊，都到93%，第四年95%呢。很足恐怖的代志呢，总稳定落，欢喜心。所以风水学，咱唔是讲遐尼像我看什么样，唔是安尼。啊，咱这个干校长，底下成绩办得真好，啊，都要等于南投高中，南投高中的升学率嘛是真忝。我讲你办法欠一个文凭，文凭甲做起来了的时啊。学校学生稳定落，是安尼安尼。风水唔是干那方向而已尔，风水就是咱的目睭所看的，咱的耳仔所听的，咱的鼻仔所感觉的，咱的嘴所感觉的，咱的身躯所感觉的，叫做风水的五行。所以五行唔是干那金木水火土，唔是安尼尔。咱你鼻舌身意是五行。哦，伊就比较弱第六个啊。按你偏下心，即是五行。所以感觉诶，咱筋骨体内嘛好，咱意念嘛好，即就是风水嘛。拄只我去咱啊，即、這个河尾啊，过先生过啊，医师检验所啊，伊个啊检验所，大概都一段一年。啊，夫人嘛，咱的地主，啊，我这边所在了，嗯，出来的感觉真好，感觉真好，就咱幸福的感觉啊。按你偏下心的感觉，穿进咱脑海来，脑海来穿进心，这就是风水。唔是讲我看什么方向了，唔是安尼。
啊，比如咱有在差不多八九年前啊嘛，咱中央人事行政局啊，局长啊，一站咧啊，因为讲话咧，想讲要放假，吼、哦，想讲放假，结果甲宣布要放假，洪灾来，后尾误事哦，哦，都攻击啊，啊，煞咧讲未使咧放假，哦，叫大家放假，结果洪灾唔来，迄站安尼五家安尼啦，啊，拄啊找后里乡长、老乡长咧，你去找师傅。我办公室你甲看卖到底是啥？我讲话拢讲出错，毋知是安那，互人喊打过街老鼠喊打咧。我叫过看，嗯，我局长啊，你若坐伊面头前，冷气伫涂骹穿起，正面头前呼呼呼，搁坐当搁往西，西得属金属地属口口舌，搁笑怒，啊属金，哦无中生有一大堆，我咧衰啊！嘿啊，都最近甲山咧较凉啦，我来伫边仔咧吼，啊拢吹无啥会着，吹正面伫涂骹大个冷气箱个啊，来吹倒起来，呼呼叫面头前，结果是非是对一是是非妖受济，我今日刷刷断落啊，凉吼电风机吹一支啊，哦安尼就好啊，你心呐凉较要紧呐，第二天悄悄掉。我也了解平安退休的时候，嘛是平平静静。这个讲师傅啊，真爱，只有都风水，只有风水没啥，只有讲风水两字用讲尔，无啥物好代替。所以，陈建金，啊、哦，这个局长啊，伊只讲师傅啊，原来我学风水，讲看做看风向尔，结果这嘛是风水，掉啊的尔。所以讲，咱风水命法，我拢加写了一本，足简单嘞，哦，真简单嘞一本尔，一条一条的，细流水账，哦，免倒来遐讲一寡十三天地话无内容，只要你用得着就好啊，那用未着，讲到十三天地话嘛无效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弟子，啊，伊都干呐尻川啦，尻川啊。啊，那来滴嘞，看那烧烧，药啊食无好，盐盐无好，等于伊个啊，尻川这个磁场的所在。有一天伊就走来问老师傅啊，我那安尼药啊食无好，现在食退凉嘛无好，退干安尼吼，个尻川门盐要烂也嘛无好，我都甲博士挂哦，吼、啊。动摇的动摇都是伊个细摇的脚都会动。我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脚上边坐一行路？哦，系啦，我都去大陆买一个足水的较早皇帝专门在行的行路呀，足水的内底创什么啥温度啊的，得用的。哎、啊，买东西就看到宝贝啊，买东西嘞吼，啊，伊就做安尼啊，内底。无害无害啥啦，空空伊坐那个困着伊个脚，大坐咧安尼尔，安尼个脚床个艰苦是偌？我讲讲皇帝有皇帝命，人伊无要紧，啊咱唔是皇帝命，啊会修脚床啊，哦你这无迄个福分，而且呢，较早皇帝用个，皇帝拢有护法神，有护法神呢，你家这火个咧动呢，伊讲个干嘛呢吼？无你阁坐看来讲，啊讲了迄暝呢，啊伊着做梦啊，啊做梦呢有人拿沙西米刀啊，啊拿签啊，啊拿香炉，有诶拿迄煎饼，吼、哦、一直甲肉，一直是走肉肉下呢哦，吼、哦，有你要创，我要挂你尻川去地，我要伊九转回肠，吼、哦、啊惊下呢爬起來，啊甲伊某讲。我唔知啥，人哋系肉，伊某你看落鬼，确实真艰苦。第二个再个下面太太咧，走来找我，我提掉啦，皇帝，迄、那个皇帝你嘛唔知是真皇帝假皇帝，那真正皇帝，伊哪有效？伊即摆要提咧，是安死翘翘。哎、欸，有咧讲有影哦，等伊，等下掉，伊得提出来，
各位，恁老古早皇帝，还是贵人所留落的翁啊，你要卡掉，爱有功夫的。你就爱提出来，好敬天敬光。啊，那么你来这嘞，你爱个收集金纸、银纸，啊，脱离黄金，拢一支纸就会使了。啊，烧烧的嘞，啊，请本敬神皇、甲本敬脱离光做主。啊，地主嘞，啊，请这个古董倒来，内底唔知偌济好兄弟护法神像，啊，我这嘞要奉上回归本位。哦，这个物件我卖啊！哦，我今年再不给您，请您纳收，好走啊！啊，甲烧烧的是日头光光，天都破，你后头包包咧去抬土地，莫放水流，会讲插着脚哦，抬土地啊就好啊！这个足唔甘的，还是命还要紧。人活物件死的哦，人是活物件死的，你看是爱活人爱死物件，所以有的人哪呢？真侪生孤单的朋友哦，精神拢变安尼去咧，迄个足可惜咧。啊，所以伊等于处理煞好呀，啊，再去找医生。啊，医生讲，你好呀，食啥药啊？无啊，我食金纸尔。食金纸，讲哦，迄个医生听，我这都奇怪。啊，这个医学上，阮都无这个记录，啊，是安那呢？这就是咱要传的妙法，所以咱只传道足济妙法，恁唔捌听到有够济。上天吼传落来足济妙法，直接一世纪现在才传出来。啊，希望咱在座啊，恁啊亲戚朋友啊，因有兴趣有时间者，咱欢迎伊啊，大家来读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大家来读易经，家内和谐圆满一条心。大家读易经咧。好，公司员工，哈，大家嘛会顺心。大家读易经诶，修行路上苦见性。啊，拄只我听到咱社议员又邀请伊真侪朋友，因暗来参加咱这个传法的会。啊，因的朋友咧，无共款的宗教的信仰，这是应该，即吼个人认真修家己的妙法是足重要的。但是，咱修行的过程足多嘞，你无法度去解决嘞，要求者，你只有已经一条路。那在四年前，啊，咱东部有某一间寺庙，啊，遐是拜济公。那么就伊主持，因为原因啊，查某囝是有够歹，歹到死无人，是有够歹啊。当然，无介意，兵一兵多，啊，出人都唔知影当然，查某囝。老爸老母无法哩，那么都求啊求神，甲坐甲盖甲坐啊，嘛是照敲敲门道不过。啊，那这讲什事嘞？我无法哩啊！你去找别人，我无法你找别人。哦、啊，你去找某人好啦。哎呦，这讲够小白。啊，伊在找我，我这囡仔命底破嘛，命底破，命就骨当刀下袂落。老母，名如果当作下面用名来改先，名每一工你来写名一个改。我那名是有够衰啊，哦，名是有够歹的，有谐音嘛。我啊换换掉啦，名换换好好的名叫起有意义，哦，叫起佫好听，佫欢喜心。我名改改嘞，叫伊一工写一百遍，所以换新名的人一定爱一工写一百遍。啊啦，伊就换完了嘞，半个月，要一个月啊，倒来啊，啊倒来呢，奇怪，过来买物件，倒来妈妈食，过来走创啥？咱妈妈想讲，当一声，唔知要啊，家要啊卡鱼的款，无咱遐好哩。较早人倒来好哩，拢爱钱嘛，那无都是吃不到，也吃牛人硬啊啦，好，好个假不灵。叫我回来住，妈妈，我买出去啊，我要到处较好。哎呦，那是真啊假？一个月来拢在预防这查某囝，唔知要乌梢出头。啊，当然用着写一个新的名，就写，啊，就写写写。啊，一两年也无变歹，
得见电脑愈乖，啊，所以结婚啊，啊，结婚啊，来生一个囝，后生，哇，妈妈都欢喜的咯。哦，我你爱感谢济公，啊，济公有法度甲你讨，伊毋是无法度甲你讨，伊挑翻玻璃来甲我结缘，接着啥？名嘛是易经，名好了，好啊么？你爱阁用易经算哦，阁卜卦，这个、名好啊么？啊那么，你就爱阁换，所以你要对问神，无当问神拢足无用诶。我才体会讲神无用，啊，干我一个小小凡夫都无用噶，人有人要找我，像拄仔谢议员，伊诶，要阁买一块土地，三四百平，要起一间厝。我哎呦，议员啊，你这爱烧的较好哦，师傅啊，你来甲看好哦。我歹势，我即摆未走哩，马上要美国，啊，等下要过去捡古赛，柬埔寨啦，要过柬埔寨，咱那台商哦，台商底下哦，咱的台商会长邀请去啊，甲因传话，咱真侪台商，真侪台湾同胞，拢走去柬埔寨去啊修行的。啊，去去甲因开一支，啊，甲因讲这只易经真理妙法，所以我要转来，可能爱到十月七十以后才有时间啊。我这体会着神是有够无用的啦，干呐我小小一个凡夫，啊，都无用到安尼啊。所以讲，上好办法，家己学尔啦，你要对起哟，家己学，家己学，啊，挂家己卜，你若挂卜卜的，你也无爱输啊，我这好歹，你无自信，我甲你讲。差不多半分钟，甲你解决掉；一分钟，甲你讲好煞。我就免讲，吼，上足一斤，我来天堂地府查哦，查三天还袂转来。我你讲，三天的事，你歹事歹人咪走到倒去啊？妖魔鬼怪咪走到倒去啊？你现看现知，家己学家己办嘛。所以讲，伊咱传这个妙法，伫台湾，咱已经大学已经450多万，咱这最近啊，何谓嘛？开落是嘛，还袂460，过两天就460啊！这是啥？咱真理妙法，咱爱世间来普行，真侪好的妙法呢。我印证以后，我绝对袂暗藏，要教行予大家。所以因暗来到好尾的所在，咱要讲上简单的妙法，但是嘛上有用的妙法。啊，恁属龙工商，啊，恁的该拍拼去拍拼，以外，咱爱学得多。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，修易经风水的妙法。所以各位咱好尾乡亲，好、啊，咱一礼拜，好、啊、抽一天的时间，一个暗时的时间，咱来学这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。咱学是要保护家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。因为咱若假使讲唔知易经，啊，因为安尼咧，去拖累着别人，拖累着亲戚朋友，是足无辜，大家嘛足无奈。那么咱一旦平安，咱能帮助他人嘛？啊，这嘛是安定社会，国家是安定，家庭和谐，世界和平，上大的原动力，就是易经风水学的妙法甲真理。所以各位乡亲。啊，今日来遮，我唔是来招生，是邀请大家来共修学真理，来领悟着真理加大道。阿弥陀佛。好呗，定公所啊，但必输。丁宏先生、夏议员啊，那严校长、林校长，各位代表、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。风水的妙法，啊，到处拢有风水，是好是歹，咱是外国的，是外法。叫做佛法，佛法，佛的法，外法，唔是四个法。咱普通的生活嘛是风水。啊，顶一阵啊，咱伫梅山弘法的时，
啊，咱就会动手带入破主吧。啊，因老母有只骨伫稳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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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药啊食无效。啊，伊就家己遵照咱的江苏家开始的。啊，用到认真念阴阳，就我最终生可修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直直念，直直念，用到念，用到念，安尼行足有准嘞。妈妈就稳固，唔知要安那。吼、哦，也要变壁雕，啊、哦、啦，行行行嘞，脚公个踢着一个石金箍啦，出来这一个硬硬地，放伫土下石金箍，踢着啊，可能这个发咯，啊才转去了个木雕的，老母，规工稳固好个啦，真有妙无？哦，所以这咱的修行是修心法，真正妙法。那咱啊，侨处的处长洪建勋啊，处长呢？啊，伊的身体无啥好，伊开车出去，甲多余的时，啊，一定爱有停车位，那无有帕金森的小小啊成分，要行真艰苦，伊就开始。开始阴阳阴阳之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哦，直直念，直直念，念念。啊，到门口啊，车段开，人开出来段，伊就入去。大概段呢，我讲王禅老祖实在有够无用啊，含停车位嘛，甲你吹。啊，这都是心法。所以咱来学这多，咱来传真正心法。恁有诶，恁无学着诶。所以咱这个课，咱目前咱有67个讲师、法师伫全省各国伫传授，也是全省各地的乡亲，你要学这个法的时，欢迎恁用来咱啊基金会打电话来问，恁的所在都有伫开课开班，大家用来读。啊，咱播咱是这条做好尾这所在。啊，咱有咱一间大学，咱的源泉温泉的讲师咧，伊来是只甲各位将这个妙法传予大家。啊，希望各位有缘来接法。啊，那么现在咧，咱来请咱源泉讲师咧，啊，出来甲各位啊，甲各位熟悉一下，啊，甲各位开始啊，几句话。啊，咱风水慢慢迁。妙法不离一个心啊！风水车有一部车，未用无十页，十页在哪里？难道未用的物件，往往一页就当解决你的问题。但是咱家内烦恼，咱袂使咧保持无事无事事。那么咱究竟有当时咱袂好势，咱究竟是对错呢？啊！回想到四年前。我去来了北京，啊，我都伫北京餐厅食饭，啊，我去朝圣，啊，去看大雁塔、小雁塔，迄东朝的建筑。啊，那么啊，我都存一本书，我送予北京迄间餐厅的经理，送予伊。过半点钟以后呢，哗一声大大声，我叫火烧厝。不得了啦！不得了啦！不得了啦！阿哥，我给你回收出了。这本书啊，毛比毛语录还有用啊，讲比毛语录更有用啊。好，我家的烦恼在这里啊，毛语录找不到我家的烦恼。哦，光毛语录解决不了的烦恼，这本书解决我家的烦恼。你看，一干的职位都画不得了，那我给你回收出，赶快。所以问我要爱无？我说你去印，我办钱给你去印，无要紧，只要大家用得着。咱在了同胞，大家若较平安、较幸福、较健家内经济较好咧时啊，大家都尊严啊，这个家呢，才袂留了要来解放台湾呢，你知无？因解放台湾就是爱台湾的财产啦，爱咱大家财产啦。咱在座大家厝拢真好，咱财产敢要予中共大陆因，
袂使哩嘛。所以我要解放台湾，解放你的荷包袋啦，把你提起来啦，是安尼了，袂使解放呢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假使大陆这几年来经济直直发展起来，在发展起来时啊，啊，因都有尊严嘛，人有尊严就袂想要抢嘛，袂想要夹嘛，想要怕嘛。所以这个妙法，风水易经妙法，是咱化解干戈涉战争上好的妙法，化解两岸这个斗争战争的妙法，在哪里？共同有一个生活的水准的平等，一时咱自自然然的，哈，咱无论甲多于天边海角，大家都互相相尊重。所以各位，咱这个妙法在台湾已经传足化。来到咱啊贵宝地咧，啊开这弘法的，这里啊是已经足慢来啊。啊，那无论紧啊慢咧，总有一句，咱学多，脑学永远拢要会富。咱啊家己就是讲干嘛呢？啊，你的广告，你的物件，真啊古早人达水不传咧，达水不传。哦，因为咱中国人一个上好的条件，上可爱的行为，我传你传话，我留三分之一，我袂用三分之三拢传乎你呢。有一天你比较敖呢，你就无要插我呢。所以我留三分之一起来，你永远你爱阁找我，这是咱中国人习惯。结果你学到三分之一啊，然后呢，你阁传了嘛，留三分之一，啊，换一个得得啊，剩偌济？就是减减到咩咧？一尾大稳啊，念到足济站，到尾到了地，搭边一边头你嘛唔知，到一边尾你嘛唔知，全部了都知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嘛是真奥妙的代志。那无咱的法门，我绝对无保留，要传到大家。所以我传授真济学生弟子，拢会法师啊。那么咱伫后尾地区咧，咱就请咱完全源泉全序部的全源泉讲师咧，来甲各位各级人传这妙法。现在请甲大家开始者。师父，各位，这个后尾乡亲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咱伫首先感谢咱的师父。那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、玄奘永存天尊，甲咱诸菩萨信神，来到咱这河尾的所在，来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，以这法来回大家心，回咱的修恶神、咱的护法神，那这为咱的河尾的地方带来平安甲顺利。再来嘞，我感谢咱欢迎。嘉义地区遮个学员，哦，大家遮哩各个未来筹备甲邀请，哦，咱有遮济乡亲来遮来接这个法，我非常的感谢甲感恩。再来嘞，恭祝咱河尾地区嘞遮乡亲，今仔日大家有这个福报，才有法度来接这个法。你这个法接顿了后，用伫恁的日常生活中，相信。大家的家庭真平安，事业才顺利。咱已经风水的妙法咧，甲咱的性命、甲咱的生活拢不可分，嘛咧宇宙虚空不生不灭的定律。咱师父空元禅师伫已经风水学的深厚的研究，哦，精研甲研学，所以咧。只要今仔日这么好的这个易经风水妙法来出世，那么基于天地母母，属于基于天地母母的爱国心，甲民族哦民族文化情，来咧传这妙法。那么师父咧以孔子五道一律贯之，甲咱国父孙中山先生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，
把我发大宏愿，串入为心中，弘扬咱中华民族文化道统的易经风水，搁结合咱的佛学道学，来个为咱国家来修道，为咱的民族来祈福。那么师父啦，为着要来把咱这个妙法传入各个所在，所以创立一个啦易经大学，就这个文化的教育，将咱这易经妙法的传入咱全国各地，甲世界各国。哦，师父一点一滴的在做，尽心尽力的行。那么咱伫全国每一个乡镇，师讲咱每一个乡镇拢要来开这个课，方便大家来学习。哦，和大家来得到这妙法了，达到了人人呢，会当和谐，家庭平安，事业顺利。那么，咱为着要弘法伫世界各国，咱呢似乎嘛举办的世界各国会晓咱的中国语，会晓写的。那么，强于大，强于家，来伫咱的新闻市，是经过四个月的教育，我回到伊本来的国土，去把这个法能够弘扬出去。哦，可见呢，咱师呢，在我心中是哦，大家心中拢是只真有尊敬的一个长者。亲像我嘛受师父恩德真深，我在八十初年，因为我的工作加运动，我腰骨受伤，开四阶刀。那么我这个铁三穿呢，拐啊牙呢，碎步地行。师看了我讲，你教我回来禅机山禅佛寺。那么我就甲师去禅机禅佛寺，师甲拐啊铁三拢叫我放落来，然后师叫我来烫车卡，再时啊起来，伊就摆功课叫我上经做功德回向。另外咧，赤卡来走健康跑道，扫涂卡，所以哦，你大家看我是不是有亲像开过世界两骨的人？哦，无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健康是舒服我的。哦，那么我咧，那么对伫生物师咧，哦，现在拢住伫生物师，哦，来做师傅伊的妙法来定路，哦，定路。啊，那么师咧。哦，我有这个机会，和我阁精进来个地方，甲大家咧共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。我嘛以师父的座右铭，和我会吃，和我会做，哦，和我做事无病无死的原则，哦，来知音感恩，跟随师父来达成咧，咱。家家平安，社会祥和，国家安定，天下太平的大悲愿力来完成。那么小弟咧，有这机缘，将个后礼拜去，就是十月十九，在国历的八月二八日，在咱虎尾镇民主路36号安庆国小哦，市领教室，每礼拜四的7点到10点，哦，要来教一大家来研究易经风水的妙法，希望恁大家给我一个好机缘，好无？哦，那么与大家来共同精进，哦，给咱学了易经风水的妙法，大家能来保护家己，哦，卖伤害他人，再来帮助他人，达到嘞，哦，咱嘞，这里。家家平安，社会祥和，国家安定，天下太平的目标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到阿个圆泉讲师阿姨。啊，身体无好咧，两中骨，各位咱两中骨那无好个咧，你要开刀爱做输液，那无一定会坐莲花，坐莲椅都是坐莲花啦，莲花啊，系啊，即声爱人杀啊，
遐都莲花，啊，都莲花。啊，那么迄中间，因为一届若要开刀，已经算看麻辣咧。即回时阵去，啊，因为这医生有缘无，啊，这医生伊爱有缘，伊有伊无缘的所在，啊，伊会运刀。两行，咱的温度和医生温度共同温度合一的时候，哦，咱就来开刀。医生精神好，哦，那安尼来呢，咱自自然然呢，身体就会健康嘛。所以咱有一经是保护自己哦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，原理足简单呢。但是你不学，你烦恼一定背袂离。啊，最近社会竞争非常的厉害，啊，社会竞争呢，啊，造成咱每个人心头惊吓，究竟对啊唔对，该为不该为咧，这是咱每个人上苦恼的所在。所以观世菩萨甲开始讲，救人不如救家己啊。求家己不是求真真正正的家己，真真正正家己就是家己的大智慧，你得爱家己学道，家己学易经嘛，真简单。至于讲风水，就家庭生活环境学，就是风水。所以我伫去年五月七十去到美国洛杉矶。咱的侨胞，早期的侨胞咧，接对来台湾的时，啊，有诶对大陆去，啊，有诶对迄个洛杉矶去，啊，伊俩咧，美国、美国，啊，华裔公务员甄选总会，啊，因颁发一张即个啊感谢证书啊。内底写个说，易经风水学是21世纪对人类上大的贡献。因果着这个真理，所以咱风水学是环境学，风水学社会共同风水就是个人的每人的思想，啊，甲咱的行为，这拢是易经甲风水的妙法。所以咱传法，唔是干咧讲哦，你得爱来改爱来做，但最唔是安尼。咱你是传法，互各位遇到困难如何来讨？人未使咧挂无失败，一旦咱有代志当着，如何来啊将这个苦给撇向？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，一个法门。所以咱易经风水啦，啊，咱易经法咧，甲一般的易经咧。啊，这所讲的无同款。啊，咱这买时间、空间一亿，时空之亿，时间甲空间，时间年月日，空间呢就是什么所在？那就今年，啊，正月呢年头的时啊，啊，我都甲铁路局，我你今年刷白哦，今年应该是刷白，北边面啊，当土就足麻烦了。啊，西边面今年是五红那天当足麻烦了，嘿，干干那嘞，啊，今年几年烫天，啊，铁路局后边弄嘞，拍在地啊地震，砰砰叫，我的海啊，嘿，无出代志袂使哩啊，啊，西边面嘞，啊，变数二月份海豹咪刷西，啊，结果五红伫西边佫刷西，哇，代志啰啰嗦嗦就到位啊。啊，迄站呢，啊，真正媒体呢，就这机会甲广告一站。但是咱大众无了解着这个道理，我尾啊，啊，就着媒体甲讲讲，咱爱知影真理妙法，再知影苦个偏向，明知不可为，咱着卖为，着卖做。但是代志发生了，啊，代志发生的时，哦，这么严重的问题。要来去套，自有妙法，叫做平衡的法则，平衡的法则。咱咪讲请一大堆几啊十个法师，伫遐哦，这超多就要讲，免安尼。
有当时咱真简单，一桶水甲冻的，两桶水冻的厝内底你就平安了。曾经咱有一位家庭伫台南，啊，伊咧三个囝，两个查某囝，拢无娶个无嫁，吼，后尾母死安尼吼，冤家路窄，冤到厝边头尾吼，都足烦的。啊，有一天经过啊，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咧，咱一位信徒咧，伊就接到我的法，我讲出来这炖两汤水的方法，找来这有炖两汤水的方法咧。啊，伊看法咧，紧咧去甲迄个隔壁阿嫂，恁有汤无？有啊，两汤就好啊。啊，的水的叫切咧，啊，就拼命吼切咧吼，啊，伊就开始吼切切伫尾仔只，后尾仔只咧书咧有记载咧，两汤炖诶。等等了，第二天奇怪，遐囡仔拢出差哦。啊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一礼拜，厝边头尾阿舅人家出差，甲问讲你叫出来无啊？伫厝呀？那无冤家，大家等下冤家才要出去上班。结果两桶水甲这煞去断掉，家来安定。半年后，一年中间，该娶该娶，该嫁该嫁，嘿，有够妙。风水的妙法，真简单尔，所以咱今日要来遮传真的妙法，伫全省各乡镇拢传真的妙法，希望各位家家户户那平安，就是我的平安。啊，因为那平安呢，好处理车都袂乌乱弄，凡事我叫你弄掉，对无？啊，也是你红弄掉咧，啊，我嘛边仔做小弄，我去弄你，安尼毋是无好嘛？所以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嘛。我平安，就你平安，大家拢平安，这是风水的真理跟妙法嘛，阿弥陀佛。